这个里面我们关在里面是水东西都他们送，都我在这里面报了几次警了。水头庄南里六号，这里是。这里是东莞桃，我第一次来他就把我关在这儿。原来是这个门，现在是从这个楼梯走下去。那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洞洞的。这是我们武汉拘禁办办的。在这个里面，有时候他要是不给饭你吃，你就在里面就得挨饿，你出不来的。这里来已经关了无数次了，每一次他把我们都往这里面关，不能出了。这个就是东莞，那边照一下，他从那个楼梯上去。这个楼梯。